嘿，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嘿，大家好，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2023年。今天我们来看3天的房源情况，pending 的很多，然后降价的还可以，新房源也很多，这是3天的情况。那么我看一下24小时的情况，新房源。很多1335 price increase 344 price decrease 1442 back market 355 sold 958 pending 1338，所以这几个数字都是比较高的，还是降价的是第一名。OK，那么看 today。Today，那么数字没有太多，我们就看24小时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3天内的房源，因为最近呢，这个刚刚这个过节，然后呢，我们就做135啊，我135啊，135的这个新房源，但是我发现也有好多的。这个周六周日的也有好房源上来，但是呢，好像大家在观望的比较多。那么呢，我就少做几个视频休息一下，比较累。另外呢，自己确实时间花了大把。如果大家有要求，需要什么房源，一定要和我要房源，会比我给你更快。你就让我给你发一个房源，有这个合适你的这个房源的这些参数符合标准，就会系统自动的发给你，所以一点也不耽误事儿啊，朋友们。我讲的房这个看房乱七八糟，都可以在原来的视频当中学习啊，怎么看房，怎么辨别。什么样的房好？什么样的房是什么情况啊？大家，这儿有个49.5万的，这个估计是 Village Walk，来看一看啊，2卧室2卫生间，好像介绍过了。对，3天的，我们不再介绍啊。这个房源可以的，349.5万好像也说过这个房，没有，这是新上市的房源，是。昨天上市的39.5万不贵，但是这个1个平方，这些然后没有，它是 carport。那它这个房，我觉得价位不算是特别便宜，但是进行装修，进行了装修，有湖景，漂漂亮亮的。这个看样子是 block home，因为看这个边上这儿好像都是个，然后地砖什么的，这个房也不错。这是什么？OK，tennis court，干干净净的小区不错啊。这个行，然后它的物业费429，可以，挺便宜的啊。这个物业费挺便宜的。然后呢，它这个。哎，你买来房就可以住，但它没有电梯啊。买来了可以租房，但具体的 restriction HOA 的一定要和他们再商量研究。OK，39.49万，这儿有个62.7万，大家都在买投资房，17.5万，我看一下，这个真便宜哦，它600多。6881个卧室1个卫生间，物业费562。他这是几楼？
一楼，这一楼好，物业费啊哈，它是一个卧室的吧，便宜啊，朋友，17万5，这个小区，这是一楼的啊，这个情况，它是地板，门都是新款式，Prime Molding 这家做装修了，大理石台面台下盘，进行了全部的装修，全部是 Prime Molding，看见吗？所以这个房挺好，不贵，OK，不贵，一个平方英尺250，不贵。它进行了全面装修，并且它是一楼，地点可以啊。这个是，不是55家社区买来就可以住，没有要求，你必须得住几年，住满几年你才能。才能把它变成出租房，这个地点可以啊，就是 Costco 的对面，Yes，Costco 对面，非常的离电影院这个 mall 很近，这里还有个 food court，你可以在这楼上吃饭，OK，这个有电影院，有 shopping，生活非常方便，并且这有公交车，OK，公交车在门口路过。在这门口路过，OK，交，所以生活非常便利。这个不贵，这个便宜啊，朋友们，这个要买便宜房，在这儿，这个 snowbird 在这儿过日子还是可以的啊，42万，这个好像说过了，对，已经说过了啊，这个说过了。这个也讲过了，这个50万8的，看一下，这个是 golf gate community，然后这个 HOA fee 是 optional，你付也可以，不付也可以，这不吗？所以等于没有物业费。这个房子标准的322 two car garage，然后它的 lot。0.24，这个挺好，这朋友们别出主意，这个真的挺好。508，看看有什么东西。游泳池，这个朋友们太便宜了，便宜，他这房太便宜。他的后院也不错，他的地很大呀，朋友们。这还有个室外的这个 SPA。游泳池很漂亮，这张照片照得好。后院很大，可以种些菜，韭菜、香菜、小葱都可以种一种。这个房特别好，这个原来要上市场，马上就会被抢。现在这个市场，我估计这个也很快被卖掉，因为这个地点好啊，地也大，这个区域也好。我家里还有 piano，grand piano，朋友们，这个啊，这个机会来了，这挺好。这个是不是大理石台面式的台下盆？橱柜的话，你自己可以更新一下，不更新也可以，出租也可以。看这样子，没有啥毛病。这个房值钱，OK，这个进行了更新，看样子是更新了。看样子干干净净的啊，需要看房，需要看房。OK，这个房不错，朋友们，这个确实是，他这个窗户更新了，所以这个窗户都2万块钱呢。你窗户要多的，那更得干嘛？所以这个他进行了，唯一的就是那个橱柜，你想更新也不贵，1万块钱也打住了。也能，我是那个 wholesale 这个 cabinet dealer，我可以给你这个优惠价，OK，然后帮你找工人。如果你不在这边，或者是在外州的话，这些事情都可以干，而且这边有工人好几个都可以啊，求他们帮忙你装上，不会很贵，OK，因为这些事情我都懂，谁也骗不了我。好的，这个 Golf Gate 的这个 community，这个是今天 number one，OK，
这个因为游泳池这个价钱非常不错，66年的房，block home 啊，看一看就是 block，所以他明明白白在这写，清清楚楚写的 block home，这你就放心。有的写的 stucco，这个你都怀疑，因为 wood frame 外面多数在佛州都是 stucco 给它盖上，我自己家的房。我自己做过 stucco，OK，所以我知道 wood frame stucco 是一个什么概念，OK，朋友们，好嘞，今天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房，70万5，71万2，58万，没什么好房，OK，20万9，看一下，这个好像 single family house，yeah，2 bedroom 2 baths。然后呢，他没有物业费，看见了吗？没有物业费，这个就是 single family home，这个肯定会卖掉。多大面积？1000平方英尺。哎呦，这个朋友们赶紧抢这个，太便宜了！Handyman Special being sold at it。19张照片来看一看，这小区前阶段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房，看看它有啥要装修的，可能橱柜要换一换，如果不换。你可以出租刷刷油，这个冰箱，这个可以留着，可以出租这个，没坏的话都可以出租。OK，新照片，这新照片，这个人的照片是用照相机照的，而且有日期，有时间，今天刚贴上去的，这些东西一刷油全都给盖上啊，朋友们，这不是大事儿。有没有人要跟我合伙干的？我也可以，我们一半一半。我就钱不够啊，否则我要买这种房进行装修、出租，不贵，这个不贵。这些东西，用那种，哎呀，跟你们不会装修的人说不明白。你们觉得这个非常难不难？朋友们，装修过的人都知道这些活怎么干。OK，这小房是石头房，看见了吗？这小房有个 carport，这不错啊，有的房都没有 carport。Appliances there are not warranted，就是那些电器你就别指望它那个工作。Terrazzo and vinyl floor，哎，这个 floor。Terrazzo 的这个 floor 非常好，比地砖还好。And vinyl flooring，vinyl 的话换一下瓷砖。Throughout roof and water heater，我 done 2015，所以 roof 你是可以不做了。这个 water heater 你还可以用一阵子。Great location close to shopping, banking, restaurant, and just minutes to CS the key. Hurry, won't last. True，这个 won't last。赶紧，这地多大？0.14，对，那儿的地多数都这么大，但它这个屋里的面积比较大。OK，一千平方，1个平方英尺，245。它是 single family home 啊，朋友们，而且没有物业费呀、啊，你拿到房租全部是自己的。来，我们再看一下 location，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好，朋友们，这个、地方我都看中了，我的朋友在那儿买了。2套房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cash flow 投资回报。OK，这小区啊离沙滩特别的近，这不就去沙滩了吗？这个赶紧啊，20万9不贵，不贵呀、啊，装修装修。这个跟大家再研究一下，做一下案例分析也行，下次。还是现在跟大家做些案例分析了。你这个 floor 呢，你改也行。这个门主要是需要去看一下。我明天要有功夫去跟大家去视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房也行。这房值得啊，赶紧下手。这房值得，这个换一个这个 vanity。这个地方怎么装修？这个换一换还是清洗一下？估计这原来是这个出租房。
你地砖不用弄了，这个我一铺地砖就是 vinyl 那个地上铺，这些你就清扫一下，然后窗户可以更换，愿意更换更换一下，嗯，这个空调弄一下，这是房间的空调，所以会干活的人啊，这个干净，划算这个，最主要是你不用付物业费嘛。这个树倒了，是吧？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这个、绝对可以。这个的是这样的啊，他在这儿，看见没有？我就是因为我朋友在这儿买的房，我就在这附近买的，因为我了解这个地方啊，离沙滩比较近，而且易出租，特别好出租这个位置，OK？特别好出租这个地方，嗯。好的，这个是这个啊，然后有感兴趣的赶紧和我联系。这个不会那个 last，it won't last，it is true。这个可不是忽悠啊，这个绝对是，嗯，因为前阶段卖29万、24万那个，第二天就没了。前些日在这儿卖那房没有这个好的，第二天就没了啊。这个你赶紧。这无敌海景房已经说过，这个呢是无敌海景房，OK，这也是说过了，嗯，昨天上市的这个无敌海景房啊，这个100多万啊，朋友们有买湖景房、海景房的啊，一楼更漂亮，出门就沙滩，那高层不一定是好事儿，但你家不一定有太多的 view 啊，所以就这个 view 看这个海。平面比较小一点儿，但是沙滩房啊，这沙滩房装修了，地毯不错啊，这个不错，这个不会不错，真的确实不错，这个而且大理石台面都新装修了，而且橱柜呢。也是浅灰色的，都进行了全部的装修。它这个有一个这个叫啥 barn door，right？这个 door 拉的 sliding door，把那个房间给隔开了还是什么啊？这个门挺好的，是不是？还是 closet 还是 pantry？whatever。房哦，它是 pantry。Pantry 它用这个拉门，这个也不错，这个拉门啊，这种啊是 walk-in closet 有点那个感觉，是不是？是不是？它比较空间比较大，这里还能放这个什么？还能放个凳子，有 crown molding 这个房好，100多万的房啊。大家那个这个卫生间进行了装修，而且有这种 sink，washer and dryer，swimming pool，这个啊是这个小区，好的，100多万啊，125万啊。那么这个沙滩房就说到那儿，这有个62万5的，是新上来的，no，两天了，这个房。这算便宜的，因为 oh no，它是一个卧室的，嗯，但是沙滩这边的啊，所以这个大家59万是，还有啥房？78、85万，没什么房了，嗯，这边看完了，没有了，OK，这边呢？4600多万，Lombok Key 都是贵，no，这是不是那个 Little Key？OK，OK，45万，27万这块大家说过这房了，嗯，39万9，嗯，这个是在那个什么？
这个小区也可以啊，39万9，88年的房子 villa 啊，它是没有有俩车库，这也算便宜，有的时候45万，知道吗？这个房子88年的比较新啊，这个你看有俩车库吗？所以这个房也算便宜啊，嗯，它这家是有那种 classic style。这种装饰，一楼，然后当然一楼，然后这也是湖面，然后没有邻居，后院，right，很 private。好的，你看，不错的，不错的这个房，多少钱的物业费？487，可以的。他负责割草，负责防瓦，房顶坏了他给你修。Common Area Community Pool Escrow Reserve Fund Fidelity Bond Insurance Maintenance Exterior Grounds Pest Control Pool Maintenance Private Road Security. As you enter this villa，OK，这个便宜啊，挺便宜的，这个不算很旧，1988年的，接近1990年，这些房都是还行的啊。这 University 这块又出了一个 Town Home 嘛，上卧室俩卫生间，1700多平方，但是要爬楼，这个价钱220一个平方也便宜，200多块钱的啊。这一张照片，他好像照片没有上来。这个是2004年的房，这些房都是不错，39万9，行，也可以，这边儿39万，这有个39万，对，这个价钱也不贵，三卧室3个卫生间出现过的房，这个房2020年的房很便宜，呸，townhome 这种，OK。曾经卖过，是多少个卧室？当天就卖了，当天卖。这个是新房，朋友们，买新房这个位置也不错，离这个电影院2块钱的电影院啊，看一场电影，离这个 farmers market 农贸市场都非常近。这个房也很快被卖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房我们注意过很多了，卖得非常快，因为它比较新。OK。物业费223，便宜透了。这房，朋友们，看一眼，这是第二值得推荐的。OK，新房这个太便宜了，在这儿没有这么便宜的房。那边卖的50多万呢，2022年、2021年卖，这个正在盖的，你这个多好啊，都弄完了，全都是新的啊。这个今天有两个。一个是在 Golf Gate 这个，一个是这个，它是新房，另外还有一个便宜房，就是这个17万多的，这个17万多有一个小房，这个也是啊，今天有4个强烈推荐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有感兴趣的赶紧和我联系。OK，Good night，拜。
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